跟你说，这个玉石床垫它真的是很好。我跟你说，它不仅是延年益寿，而且啊，它对便秘特别好，你知道不？放哪儿？哎呀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情。你，我现在觉得吧，我们没有房子还真不是件坏事。我妈妈没房子没关系啊，你叔叔他们有房子呀。你想卖给我叔叔？你还说你这不是传销？不是，这个是共同进步。哎呀，你婶儿那个人那么冷漠，她非常需要热情的感染。妈，你要是想绝了这门亲戚，您就去试试。我昨天已经去过了。被赶拽了吧？没有啊，人家对我很热情的。妈，我求您了，行不行？你别再干这样的事儿了。人家毕竟是帮过我的，你拿这种事儿去骚扰别人，你让我怎么好意思再见他们呀？有什么不好意思呀？我真的是在帮助他们。那实在不行，我咬牙买一个送给他们，让他们看一看，我真的不是想赚他们的钱。人家那个歌星叫毛阿敏，不是唱的呀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你有这钱，咱们出去租房子，不住在别人这儿了，行不？对，租了房子再买。Hello。嗨。我去借衣服，明天给果丹皮他们拍照。就你一个人呢？他们都有事儿，那我陪你去。你有空吗？我就剩空了。那走啊。走。这件真漂亮，还有这个，这个，你借这么多啊？哎，谁让你们家新款今天太好看了？少来了，借这么多，你们两个拿得了吗？一趟拿不了，拿两趟，甭听我们糟心。真的？哎，我说伊娜，你怎么不去一个好点的杂志社呀？人家都往高处走，就你往下流。哎，我都习惯了。哎，对，你们杂志社才第一期就被人给告了呀？双赢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双？你真想得开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嗯，咱们去点点。好。喂，啊，谁啊？你好，我找一下艾成文。正洗澡呢，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昨天想谢谢他。啊？没什么，先这样吧，再见。弄个还不睡觉了吗？妈，你水先水吧，快水哈。嗯。哎呀。谁啊？励志姐。什么事儿？没听懂，多谢谢你。谢你什么呀？我找你帮忙，你不是不给面吗？我又找不着人，我只有找励志姐帮我了。她还发着烧呢，我临走的时候给她买了点药。哼，人真好，就这点事儿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觉得有事儿。无聊。励志准备做点什么呀？团购网。行，我知道了。
对，确实太影响工作。你放心，荣兄，我不会跟他们说的。上次屏蔽开心网，我也没说是你啊。行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想老孙了？你和戴维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还骗我？你这一点男人的痕迹都没有，赶上我那儿了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出去开几天会。开几天会？开几天会，连内衣内裤、领带、衬衫都拿走了。哎，我说妈，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乱翻别人抽屉的毛病啊？你甭管我翻什么，说实话，到底怎么了？他要离婚，我们分居了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，就过不到一块去了呗。他是不是嫌你？他嫌得着我吗？嫌你给人当过第三者。你不许给他打电话。明天你太太紧张吗？喂！啊！什么？我说明天你拍他紧张吗？嗯，有一点吧，但不是那种紧张啊，我是怕他跟我想不一样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反正别太俗就行了。我的标准就是清秀、瘦、神经。瘦，然后不用太好看，但是一定要秀气。神经。不是神经病的神经，就是略带一点点的神经质，整个人稍紧一点，眼神中透露些许的疯狂。你听，他们的歌多好听啊，多神经。反正明儿你见到他们你就知道啦，非常的有魅力。你要是来不了。主唱要是知道我不是头像里的人，会不会不搭理我了呀？不会的，他不是艺人吗？而且还不是一线艺人，哪敢对媒体这样呢？就算是知道了，他也不会没说什么。嗯，你现在还挺明白的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样？特别好，这根本都配不上你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反正我觉得那人不知道哪儿透着一股子俗劲儿。不许你这么说我爱人，你还爱人，你这肉麻的。我出去了，去了，真去了，你不紧张了？你找我？嗯，对。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你找我？嗯，不是，本来就是想说声谢谢你，那个你女朋友没有不高兴吧？他有什么不高兴的？
没事，没不高兴就好。他确实不高兴了。啊，不是那，对不起啊，我当时吧，就是一听那电话是他接的，我就不知道，莫名其妙特别紧张。他不会误会什么吧？误会什么呀？误会咱俩有一腿？没有，那是哪有的事儿？而且我现在就是特别知道你肯定不是暗恋我的，对吧？我妈那人她本来就不靠谱，她说的话你根本都没有必要往心里去的。我觉得吧，你就要套牢葛一清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葛一清是最适合你的，虽然他也有缺点，但谁没缺点呢？就他的缺点正好对上了你的缺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人就神仙眷侣。说完了？嗯。你是不是还瘦了呢？没有，挺好。你是暗恋我吧？不是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就是你吧，根本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。丽志姐，你别那么严肃。你暗恋我，我也没意见。你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咱俩有一腿，那至少葛一清不认为有就行。他恰恰这么认为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呀？那我跟他解释一下。你这样，你给我一个他电话吧，我跟。这种事儿能打电话呀？越抹越黑呀。那打电话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呀？那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呢？就算欠我一笔，谁让你暗恋我呢？凭什么就我欠你一笔啊？谁暗恋谁还不一定呢，太逗了。哎，阿姨，您找哪位啊？我找你们老板。您是哪位啊？我是他妈。那你先坐一下，我帮你通知一下。不用不用，哎，我自己找。您来了，您来了，就回去。那您就来这儿吧，正好这儿舒服，外头不舒服。您坐。哎，这儿舒服，好吧。要不我给您泡点功夫茶怎么样？我来看看你，老没见了，怪想的。你也不说去看看我，不是说的。您美国人都像你这么不孝顺呐？不，您这么批评我还真是对的。但是咱们也别把这事说大了，说一美国一中国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昨天住你们那儿去了。好，好，胡同里住得很不方便。您是常住？甭跟我拼，你和安到底怎么了？我和安是。您就甭管了吧。什么叫我就甭管了？你管我叫妈，不能白叫，我得管。你忘了你从前穿着跨栏背心、大裤衩，在胡同里吃烤串、端着尿盆倒公厕所的时候了，是不是？这事儿您确实是说的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事儿，因为我记得，我永远就得叫您妈。那倒用不着。我闺女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明镜似的。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今儿我到这儿来，就是想明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伤我闺女的心，我就……你实话告诉我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一言难尽。那好，你从头给我慢慢说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好，我想慢慢的跟你讲，但是我今天不行，我今天有一个采访，我得出去，啊，所以这样吧，我跟我秘书说一下，他会给我们安排点时间，那样的话，我跟你细聊，一个一个事儿说。但是今天我们下逐客令了，是吧？想轰我走是不是？不，这话您说的太不对了，我绝对不是，以人格保证不是。那你坐下。不，坐下。我得走，所以咱们。我让你 sit down。
好了，嗯，去休息一下。喝水吧。哟，你知道我只喝一元？嗯。你知道 Paul Smith 给他们设计一款瓶子吗？啊，好像是。星光超市就有。你对这些时尚品牌好像很有感觉。你今儿借的谁家衣服 ？Paul Smith、Armani、Gucci。Armani。做功课了。我记得有一个采访里说你就喜欢阿玛尼。不管什么行业，我都喜欢最专业的。今天谢谢啊，辛苦了。不不不，你才辛苦了。啊，那个什么，你能给我留个电话吗？省得老通过经纪人找来找去的麻烦。轻浮啊，轻浮啊！花痴！哎，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做人得讲良心，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我说话呀！我是。你怎么来了？走。我们这聊得好好的，一口一个妈叫着，哎，你跟我玩阴的。走吧。你小子也忒不地道了，这没这样的，你看。您能不能给我留点脸呀？我离婚怎么了？我乐意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停车！干嘛呀？我要回家。你这干什么呀？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，你闹不闹腾呀？都多大的人了，你能不能不跟小孩似的？你停不停车？你停不？别闹了，我明儿送你回去还不行吗？我现在就回。行行行，你别闹了，我前面给你掉头。妈。你不是最信老话老理儿吗？强扭的瓜不甜。随你吧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反正我尽力了。我只能自己争自己的脸，哪管得了别人给不给我争脸呢？您这话说的。忒自私了，我还能一辈子拴您裤腰带上啊？嗯，安姐，王奶奶，孙颖啊，啊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又让你爷爷着急啊？我刚下课，我爷都搬走了。什么时候搬的？就今儿白天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慢点啊！拜拜。还少一条皮带呢。找过了没有？那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伊娜，你不是有张丹的电话吗？你问问他看见没有呗。那多不礼貌啊！人该说怎么回事儿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儿啊？他能理解怎么回事儿？我觉得不可能是他们拿的，
真保不齐他们借了那么多东西，万一当自个儿的给寄走了呢？那他们自个儿的也得留这儿啊。老艾，你这么说有证据吗？丢就丢了，我自己赔。哎，我改不了，老丢东西，不就是赔钱吗？我就是大气，不心疼。别着急。真的会是他拿的吗？看他那爱慕名牌的样子，十有八九。他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他要喜欢可以自己买呀。他们有什么钱呀？没混出名堂来的小明星，整天抠抠巴巴的，挣的还不如花的呢。跟你们这些时尚编辑一样。那那样他就不怕坏了名声啊？就他那样还在乎这个呀？名声在他们的价值排行里排最后一个。我怎么就不喜欢这些东西啊？有什么呀？不就多一牌子吗？哎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！在时尚圈里混，就得把那些名牌当祖宗供，那才算有职业精神。那你的职业精神是什么呀？忘了，您是艺术家。哎，葛一清也算是时尚圈里混的，他也不喜欢这些牌子吧？你是不是喜欢他这一点啊？不过他身材那么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你穿一身动物园也挺好看的呀。你凭什么说我穿的是动物园啊？我的眼睛贼着呢，千万别羞愧。没穿过动物园，就不算在时尚圈里混过的。丽芝姐，干嘛？伊娜跟那个人勾搭上了。别问我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听你在啊，我又不能问老艾。凭什么就不能问老艾啊？我脸上刻了八婆俩字啊。姐，我求你了。那天那么多人在呢，怎么可能勾搭嘛？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在老是在被人后面发短信的话，八成是有问题。所以呢，那人怎么样？特别刺是吗？一般刺，和你差不多。别这样子逗我了。哎呦，我逗你玩儿的啦。放心吧，我觉得他没戏。出去瞎混，就给他废了。咔嚓！哟，小熊同学，你可够神秘的。嗯，我，李老师，你别逗了。都跟你说了，别叫李老师，再叫跟你急了。哦。哎，贝贝，你这期情感信箱什么主题啊？这期有意思啊！我这期主要是说啊，那些刚毕业的大男生。老觉得自己配不上这黄金剩女，研究着怎么迈过世俗的鸿沟，勇敢地走到一起。啊，那这个小熊可以跟你一起演呀？你能？你怎么能这样跟李老师说话呢？都跟你说了，别叫李老师，再叫跟你急了。这样，你以后啊叫我拜拜。怎么跟叫拜拜似的呀？
着急吧，伊娜。带上我。急干嘛？你晚上有事儿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晚上就陪我去买点东西行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我那新房子，说了让再布置一下。风水先生说最好那角落里吧再杵棵树。什么树啊？桃树呗。好了好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去拿包，等我啊。我还好，你呢？我当然没事了。有点沉。坚持一会儿啊，前面就是我家了。看什么呢？你看什么呢你？看什么呢？林老师，什么呀？赶紧把花盆给我端开呀！刘老师，您没事吧？什么没事？什么没事啊？不，我快就坐下了。我天哪！你干嘛呢你？你怎么就把花盆扔了呢？我来看看。肿了，疼吗？一点点。你怎么了？完了！啊！妈的，完了！你要对我负责的。负责？起码得对我脚负责吧。我负责，我负责。干嘛呀你？叫救护车啊！怪麻烦的。要不咱俩打车去？好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自己来。啊！慢一点，我扶你吧。这桃花怎么办？搁在这边没事。What's in the bags? It's our gear. How'd you get it? 哎，这不行，我喝不了酒。没事，喝点没事。I'm glad we could help. We can help now. 谢谢。Even before whatever happened, we still have a chance to clean this up. We have to do it now. We have to do it together.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有礼物要送你。这么好？为什么呀？我可无不说了我。公关公司送的，反正也不要钱。我上次看你手机好像有点旧了。那我怎么能要呢？没事儿，好多快女都是粉丝养的。Where do you see the car?你看什么呢？赶紧走啊！您真不知道那摇滚乐手住在几楼吗？有劲没劲啊？干嘛老跟我您的？真是的，师傅，中心医院。你看都肿了。我能参观参观你们家吗？好啊，那走，咱们上楼看一眼去。好啊，真高兴。拿着包，我们家可什么都有啊。好一点了吗？有你在真好。我上个洗手间。Thank you.
喂。干嘛？啊，那个什么，哎，你在哪儿？跟谁？干嘛呢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那个什么，我在医院呢。啊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是爸爸，李老师爸爸，他脚被花盆砸伤了。啊，严重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身上缺一点钱，没带那么多，你能送一点过来给我吗？嗯，行行行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在那个北京迈瑞骨科医院。哦，还挺近。我急着要，我在这边等你啊，急诊室等你哦。给谁打电话呢？伊娜，她反正在这个附近，我叫她过来帮帮忙。我要回家，现在马上立刻。她已经在路上了。那你就让她回去呗。她应该马上就到了。那你就在这儿等她，我反正是要回家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李老师。哎，你个头啊你！哎哎，拜拜，我来帮你，拜拜姐。喂，伊娜，那个什么，你别来了，我们已经出来了。哎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了。哦，不是，我们已经在车上了。啊？是李老师着急回家。嘿，你这不是涮人吗你？我告诉你，小熊，咱俩关系倒退100年。吓死你！哇，好吗？嗯，特好。哎，你在家也听自己音乐啊？不听点别人的，够自恋的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怎么样？啊，那咱们再看个别的片儿吧。嗯，无人区你看过吗？我还没看呢。不看国产片儿啊？真的？那外国的有什么呀？制造伍德斯托克看过吗？没看过。那看这个吧。我看过，特好看，我再陪你看一遍。李老师，拜拜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人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？你说你闯了那么大祸，走个面就想颠儿啊？那什么呀？怎么着也得陪我聊聊天儿吧？嗯。嗯。我们把伊娜叫过来一起聊吧。左一个伊娜，右一个伊娜的，是不是喜欢人家？谁？早看出来了，伊娜呀。哎，这呀倒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人家伊娜喜欢你吗？我呢心底也比较善良，今晚上也没事儿，我就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跟你聊聊这个呗。好啊。你们俩吧，我还是觉得没戏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伊娜什么人吗？你了解她吗？什么？骨肉皮呀！哎呦，就是专门跟摇滚乐手混的那号，怎么也算是个失足青年吧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吧？你呢？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乐器啊？我会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伊娜呢其实玩的特别野，晚上老不回家，老涮夜，所以他们家管她管的特别严，这也算是吃过亏的主吧。是吗？什么事？你了解她，我了解她，
他这大学没毕业，我可就认识他了。哎，我们认识的地儿吧，也不太合适。看什么看？还能在哪儿？夜店啊！你说你这孩子，看着也老实又接地气，怎么着也应该算个老成型的。哎，以我无数丰富的经验吧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一个熟女。哎，那样的恐怕不行。我还是喜欢那种活泼一点的，开朗一点，中性化。那是你不懂啊，所以说你年轻嘛。很多年轻人啊，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慢慢的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其实人性啊，是需要发掘的。完了，那接下来咱们干点什么呢？要不然我先去个洗手间。熊，哎，真巧啊！你怎么来这儿啊？我刚从拜拜家下来，他脚不是砸伤了吗？他们家也住这儿啊？对啊，他就住在这栋楼。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管不着，反正你耽误我好事儿。真的耽误你好事了，不好意思。伊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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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娜。我想对你说，我其实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什么？你是不是对拜拜有意思啊你？我怎么可？不可能！不，他长得那么大了，拼一下都能把我生下来了。嘴太坏，太坏，太坏了。我知道了，非把你掐死不可。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你重新吧你。没有，我真找着了。我丢，我爱配心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使劲找，行了吧？来，哥。你就是诚心的，没钥匙你好不回家，嗯？那你觉得我跑这儿来找你干嘛呀？哎，你这不是过敏了吗？怎么不把这也推了？你当我乐意啊？我早就签了。得了吧，搞得像非你不行似的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什么呀？搞得跟狗舔了似的。说半天呢。哎，你是不是钥匙落那小姑娘家了？啊，别到时候我回家一开门，那姑娘在坐那儿等你。嘿，你别那么三俗行不行啊？啊？
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和丽志姐约好了呗。这座城市的静美会流向心脏，昨夜的酒醉现场像是个沙场，大家高呼再干一杯像是集体殉葬，酒醒了梦未醒，头昏脑胀，埋头在人群之中，我身在何处，要去向何方，还能到哪儿去呢？除了上班的地方，这城市是我的吗？而我又是谁的呢？是被自己骗了吗？还是怨不了当初说的谎？如果这儿不是我的城，我的青春它去哪儿啊？没有留不下的城市，没有回不去的故乡，我能去的